杰伦近期正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日前他到泰国曼谷开唱，趁着闲暇之余，他前往当地蜡像馆观光，而他也晒出自己的蜡像。只见周杰伦蜡像穿着酷炫服装，手还拿着麦克风。周杰伦看到后就幽默自嘲：“我最近有比较瘦，手上是不是该拿杯奶茶？”照片曝光后，许多网友都认为蜡像和周杰伦本尊根本不像，纷纷傻眼留言：“这个相似度连前五十都进不了，哥比蜡像更帅。”另外还有人猛亏：“我觉得在卖烧饼的老板还原度比较高，杰伦组里最不像的，这个是模仿大赛最后一名，少翻众人啊。”Bye.